苏迪勒台风让新北市乌来灾情严重，目前还有四位民众是下落不明的。而八月八号当天，就有民众拍下了乌来老街最著名的揽胜桥被溪水吞没的惊人景象，带您一起来看看。苏迪勒台风重创乌来，台风过后超过一周，四名失踪民众依旧下落不明。灾情这么惨，从民众拍下八月八号风雨最大当天的情形可以看出一二。乌来老街最著名横跨南势溪的揽胜桥被大水淹没大半段，而且水势越来越大。哇，不够还没啦啊！路来路短，你也容易啊。乌来老街全军覆没，南势溪水位高涨，浑浊的溪水大量冲刷而下，水量如此之大，连著名的乌来瀑布已经不像瀑布，而像是一条大河流从高处宣泄而下，水量相当惊人。而至于南势溪上游因为崩塌严重，环保团体也质疑南势溪红泛区有大量违法建筑，像是温泉饭店、餐厅，甚至还有养鱼池等等，却不见政府拿出魄力整顿，新北市政府也遭到点名。我们觉得主管机关除了开罚以外，最重要的该拆的违建或者该严格处理的一定要严格处理，所以有一些个案，比如说是属于水源保护局的主管的，我们希望他能够照我们多次的行文能够严格的处理。朱立伦表示，对于山区违法情势，希望中央主管机关严格处理。而救难人员除了持续搜救失踪的四个人，道路抢通部分，通往福山部落的北107县乡道8.8公里处长150公尺的大崩落路段，也将在上方先架设便道，希望在20号前可以抢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